更好。哦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对对。那所以其实就靠我们抽我们自己。对啊，对啊，一定就是抽抽自己。对对对。好，老板这边喽，我们出发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走吧。好，直接抽吧。好。好，走。下雨了啊。下雨了。离开温暖的民宿，天后已经明显变凉了，我们要开始面对冰冷的雨及恼人的逆风。以往总是趁着好天气来花东，但环岛不可能天天出太阳，因此唯有专心踩踏，热了身，暖了心，才能品味纵谷盎然的生机。由于低温加上逆风，昨晚入夜后才到玉里。今晨雨已经停歇，但依然寒风刺骨。我们打起精神继续北上，希望今天能顺利抵达太鲁阁，为明天的苏花做好万全的准备。接近花莲市时又开始飘雨，幸好到太鲁阁，好友已经准备好佳肴，我们边吃边聊，欢乐地度过这一晚。连着两天逆风雨中行，是少有的骑行经验，对照以往的蓝天白云，这次真的是让我们永生难忘。